冰冰姐，我们要不要让他们三个人每个人像你推荐一样？你可以先选。因为阿庞的我已经看得太清楚，就那三样烂鸡。对，我觉得阿庞那个不要放了多少年了。阿庞那个不好吗？已经非常好多年前，因为现在的机器每年都在改变。靠近我们的那个壶是什么？哪一个壶？这个。这是咖啡壶啊。咖啡壶不是很好吗？可是那感觉是很旧的机器，很旧的。你看刚刚还问他，你放现在手机都已经一代、二代，一下子变五代了，你这是第几代的东西呀？哦，没有，可是因为你们现在会发现，现在的咖啡壶体积都会比较大。其实以前比较老式的，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小，方便也很携带，有时候你旅行也可以带着。而且阿庞，你告诉我放了几年了？五年。哦，五年还好啊，还好嘛，对不对？五年车子都不太能用了。可以啊，我在弄坏有一个，你不要把它弄坏嘛，你这它是有诀窍的，打不开，这都剥了嘛，冰冰姐，剥了，不要硬开嘛。快乐 everyday 的 partner， 但他拿的东西真的不让我觉得不像样，太瞎了。喜欢你的东西看起来也没有很好啊。哎，我的好哎，哇，我这个几千亿的台币，那不是婚礼的伴手礼吗？是啊，他就是婚礼伴手礼，你也拿出来？但我跟你讲哦，不是内容被我换过了。但这个绝对比米还贵的东西。这个是你自己准备的礼物，还是别的婚礼拿来的？这个我准备的。没有，其实我能不能讲我心里的话？好，我其实我最想换的是什么呢？什么？我最想跟小 S 换老公。哦，可以啊。你知道吗？你看你啊，给你们家小许又年轻又有钱啊，又可以住地堡，然后住豪宅，他偶尔要去夜店，我 OK 的。他很好用，他很好用。真的哦，我跟你讲，一次生三个，我就是因为。搞了半天都没生了，生不出来，所以他一次就生三个，我就哦，我也要，我可以的。就我在这边就公开把我老公让给冰冰姐，好不好？你觉得徐雅琴现在看节目做了感想？反正他不看我们节目，没有在爆冷汗吗？哎，我不要吓到他了。你看这什么？这是琥珀的手环哦，琥珀，琥珀是辟邪的。所以这个如果价值的话是。他应该要几万块，不可能，是真的还假的？冰冰姐是真的，但我会，但琥珀真的很贵，是真的，你从哪里拿来的？不，就是有一个新人，他现在想要进入这演艺圈，是，然后我帮了他很多的忙，对，然后他的妈妈就特别去拿来送给我，那送给我，我老讲我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出来呢？因为我看到他，我想到他在要他在想要有前途的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呢一样的心情，我们也是四处要去请大家帮忙，但我们没有钱可以买这个来送人，我们就然后他摆在我家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有压力的，我看到他就觉得我又收了，但我其实我可以帮人家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觉得是有压力的。那虽然说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我如果把他送出去，我一样会帮你家的公子，所以你不好意思收人家东西，你要帮，因为我觉得。无功不受禄，对，所以你是真的用真心在参加我们这个节目，哎，你不要让我真心换绝情，是真的，因为如果换这个咖啡机，阿庞你收得下吗？所以我收得下，我收得下，那我妈妈很喜欢，我收得下。他那三个通通加起来都换不到这个，他有这些全部加起来都换不到。他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东西，是他说不会吵醒老人家睡觉，然后又能够维持。环境卫生的，对，又可以让你睡得很舒服。哪一个？就是这个吸入式的捕蚊灯，因为大家知道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个捕蚊灯或是捕蚊拍。可是现在家里面还需要捕蚊灯哦？有需要，是需要，是需要。所以蚊子是无孔不入的嘞。请问叫做蚊子是无孔不入这句话你也讲得出来？真的吗？所以它吸进去蚊子还是是活的？它会慢慢的在里面，然后风干。但你一段时间你要清它。没有这个擦完之后就会变亮吗？会变亮。你认为我们睡在床上已经睡不着了？不是，所以你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像那个雨伞的形状，所以它的灯是在这里面，微亮的灯，但还是会亮啊。你的蚊子灯被打枪，咖啡壶被打枪。没有，我的蚊子灯还没有被打枪，只是大家对它存有疑问。他们如果你如果有信心把它带回去，我们是打枪，我们一定打枪啊！它有 LED 灯，已经。跟赵哥好像有点兴趣，是不是？赵哥不要用灯啊，直接讲。他好不容易摆脱这个东西，你又来了。他根本不需要捕蚊灯啊！来还我了。所以赵哥要捕蚊灯吗？捕蚊灯哦，很奇怪。他自己来就好。咖啡机我可以接受了。真的吗？而且你放公司啊，但是剧组可以放在剧组啊。没有人在用这种咖啡机了啦，真的啦。对。
面买咖啡。他好像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厨房用品，是烤面包的，烤面包，烤面包，还有弟弟的烤面包。现在还有人用这种烤面包？烤面包，而且这个烤面包，这个真的哦，是我不要的啦，我是真的。也是你搬新家的时候朋友送的啊。烤面包机听起来是里面最实用的。等一等，可是他是一个男生，怎么可能朋友会送他一个粉红色的烤面包？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正品。不，冰冰姐那个好像里面除了手镯之外，还有一个包包哎。这个应该是玉或者是什么？冰冰姐好多福袋哦，冰冰姐，我们今天我们两个里面有东西吗？这个其实最适合你，真的吗？一男一女，嘿，对，双双对，所以我也可以跟冰冰姐换吗？我想可以，因为我觉得一对香包在年轻人那边可能不太推销出去哦。哎呦，但很香哎。我今天来到现场啊，因为我觉得制作单位发通告没有发清楚，说今天是带家里不要的东西来，你明白吗？我们是带那种很珍贵的东西来，那结果我后来发现，因为只有我跟冰冰姐认真，还有一半赵哥就是很认真的把家里面最新的东西带来了。你们小鬼们到底是怎么混的？你们有很认真，每个家庭环境不一样，你们是比较好过那种，你们不要东西都很值钱，我们在这里尽力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是刚刚从日本买回来的耶，是什么东西？好了，他那个天空树的哈米老鼠，因为你们去了没有？刚出的耶，我是排队买回来的耶，应该算是亚克力，但他这边有一个很可爱的米老鼠。OK， 有很可爱，因为它就是限量，会不会亮？会，这个我觉得是很限量的东西。我觉得汉典应该买下来送给蝴蝶。对，这花个3万买应该三万吗？今天你就凑5万就对了啦。对啊，要不要买一个礼物？这个是宝妈辛苦排队买来的东西，我排队，然后蝴蝶都没有机会去玩，没去过哎。他刚说他好想要，没有蝴蝶呢？蝴蝶想要吗？蝴蝶出去玩通常都需要我带他去，我带他去。那我今天想要有一样东西跟蝴蝶换。对啊，不用换，汉典买给他。说真的吗？那我可以在乎汉典吗？汉典，你可以买这两条牛仔裤。哦耶！哇，好短哦，超短。然后哇哦，宝妈竟然穿这么短的，我可以讲一下这两条牛仔裤的故事吗？好，这两条牛仔裤呢，一条只有100块钱台币，怎么？那就是便宜对不对？看起来很不错。那我们现场有一个人呢，我曾经带他去2次泰国，就是蝴蝶咯。然后他呢，每一天呢，就跟小甜甜就出去逛街。那通常买到这种东西是不能试穿的。就是你看到你大概什么 size， 然后呢，他们两个就买回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家的蝴蝶呢就很可爱哦。那买回来大家都，他们两个就很习惯，就把门打开就试啦，对不对？试了，他也去试，尝尝去，吃到这个地方说，哇，拉不上去耶。我说简淑玲，你们买东西也好歹也看清楚到底自己的臀围。简淑玲就是蝴蝶姐姐吧？蝴蝶姐姐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哇，妈咪也拉不上去耶。我说你们为什么买东西都不试穿？他说100块钱不能试穿，然后重点是这两条牛仔裤啊是短到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后面可能是这样子，他就把这两条牛仔裤我送给你妈咪，我觉得你太适合穿了，然后我就穿了，因为我可以穿，你穿得上去，他穿得下，我穿不下。好强啊！真的，他很瘦哎，我穿不下，我就卡在这边，我就上不去。宝妈，你穿得下你就留着，真的。重点是。他是在这里，然后屁股在后面。你觉得他有没有看过宝妈穿？我觉得他应该要穿给他看，所以他看了应该会很高兴。就是说妹妹们穿不上的，宝妈穿上，对不对？而且宝妈你现在的情况，你要穿这个。对，我没有办法，生活增加。就他们两个就逼我穿，结果我就答应他们两个穿，就是上去饭店的游泳池，我穿没有10分钟，我自己发现。好像大家都在看我，你知道吗？又觉得怎么会就是要给人家看呢？穿你先穿，给1万块。